女儿村兄弟，真的这一把，好吧，这一把来女儿村了，教你们怎么打风系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我打这种女儿村的门派，我可以做到一个九转都不带，我真的一个九转都不需要带，真的。就女儿村他这个门派就是根本打不了单挑，女儿村他这个门派就是打不了单挑，你懂吧？咱们一个九转都不带，好吧，我教你怎么打女儿村。就打女儿村真的是不要太简单，真的是非常的简单，看没有？先出个小孩，宝宝打宝宝，我们打得好的话，真的，看我怎么打女儿村，好吧？一个九转都不需要带，就是梦幻西游里面这个 PK 门派啊，多种多样，女儿村属于最弱的那一个，懂不懂？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这一把对面肯定是要封咱们，对不对？咱们先干嘛呢？一把破血还攻，先把他后面这个吸血鬼干掉，好吧？配速的话顶个药，吸血，咱们前面这个宝宝死不了就 OK 了，很稳。哇，还会笑里藏刀，兄弟可以，有东西。起个塔不过分吧，兄弟啊，哥们起个塔，小塔立一下。哟，也不封人，有东西，我就起个塔，哎，对吧？出个引弓，引弓的名字叫万血，什么千速万血，一看就他妈是引弓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下一把对面100%封我，闪都不需要闪，所以说咱们这一把不飞机，先起个野兽。好吧，鬼眼提前打一个，非常的稳。我就等他封我之后，这一把飞机。兄弟，两把小李三刀，给你吃一把红怒飞机，还不封人是吧？你还不封我是吧？来，还不封我？你还不封我？你还不封我？我叫你不封我，叫你不封我，我叫你不封我，我叫你不封我，叫你不封我，不封人是吧？啊，哥们。打个 PK 你不封人，宝宝千万别按繁育啊，因为他有壁垒击破，你不封人，谁叫你打 PK 不封人的呀，兄弟，给宝宝加分关，有东西。一把顺法，没什么东西，绿皮花生显亲我宝宝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虽然对面笑了咱们两把，好吧，说句心里话，就这一把破血关公他能笑中我，我真的叫他一声爸爸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这一把兄弟怎么说，清掉你的大龙龟你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东西了，这能笑我，我真的叫你叫爸爸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两刀，你看一刀，没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对面下一回合出，下一回合对面出宝宝，非常的简单，咱们正好一把飞机就接过去，对不对？你出宝宝，我接飞机，有问题吗？打女儿村就是 so easy， 女儿村这个门派打不了 PK， 你懂吧？虽然说对面很会操作。对吧，你出宝宝也血亏，不出宝宝也血亏，对吧？出宝宝血亏，你看没有？血亏，对吧？一出宝宝血亏，你看没有？正好接飞机，对，神了，那就没办法，好吧 ？OK，
这个时候兄弟们注意细节，宝宝都残血，直接拉出咱们的瞬息，一把瞬息，一把瞬息，理论上面来讲的话，最起码对面要飞两个宝宝，就这一把瞬息，对面最起码要飞两个宝宝，给宝宝加敌，你有用啊，兄弟，来瞬息来，给我瞬，嘣，嘣，他妈省两个兄弟。就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一把瞬息瞬过去，神两个。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这一把对面要封我什么呢？他这一把对面要封我的变身，不让我变身。我这一把又给你来一把破血关公，你有什么东西？啊，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东西？小小的给你先把后面的配速给破掉，让你封呗。对不对？没什么花招，没什么花招，你看没有？镰刀直接带走。对吧？这个时候对面要出宝宝，对面出宝宝呢，咱们对吧？直接解完之后，直接变个身，很稳，非常的稳健。对吧，虚弥对我来说直接免疫耶，兄弟，我这号怕虚弥吗，兄弟？对吧，下一回对面又封我，对不对？对面下一回只能封我，我又给你来一把破血关公，真的。怎么说，兄弟？你笑啊，你笑啊，我又给你来一把破血关公，兄弟，怎么说？对吧，没什么东西，OK， 这一把对面出宝宝，咱们直接解开封印，一把飞机，兄弟你出呗。直播间的兄弟们学到没有？小本子记好没有？怎么打女儿村？兄弟们学到的兄弟们在直播间扣个一，你们学到没有？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 ，OK， 没东西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对面现在已经没有东西了，好吧？现在就是轮到咱们出击了，好吧？顺法先给他吃一头，顺法先给他吃一头，把丢飞镖。哥八级163，兄弟你就飞镖，给他吃一头顺法，对吧？直接给顺法来一把敌，好吧？顶个药，兄弟砸，灰飞烟灭。告诉你什么叫做灰灰烟灭。有点东西，但是不多。我们这个是敏顺法啊，兄弟。哎呦，法术防御挺高啊！我就给顺法加敌，贴一下顺法啊，兄弟，我让你封我。对面有硬件啊，顺法加敌才秒1900点血。我们这个是敏顺法，我就让你封我。打女儿村的话，你们就一定要让对面封你，你懂不懂？他不封你的话，你就输掉了，懂吗？一定就得让对面封你，你看就让他封你，他不封中你，你就千万别出手，对吧？就让他封你，OK， 很稳，贴一手还死不了， OK， 死了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，来一个天下第一瞬，给他瞬一下 ，What you get？如来神掌第一式，砰！很稳，兄弟们，学到没有，兄弟们？